와. 와. 又没这么富过，好吧？这怎么还少了一把枪？中间，真他妈服了，简直！
就他妈一个 AUG 啊！我操！还不如我真把他 M72 呢。妈的，这破箱子以后不想开了，真的。操！80发子弹。我也很无奈。有这功夫找钥匙，还不如去捡空投。这密室现在连枪都不刷，要么就给垃圾，三九三甲都不给。哎，三九三甲，三级包都不给，我操！在这儿。我没切枪，我日！我没切枪，我日！装你妈逼，操！这鸡巴给你装的。妈，真是傻逼吧！把车打了。
看到了，人机。正前方，撞死他！这逼是个挂，应该。他拿 P 九二打，肯定是挂。直接摔死这傻逼，玩挺溜啊！宁愿摔死不给人头是吗？菜逼，你都打不到我，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！打，操你妈！专治这帮拿 P92 打的，死瓜逼！这边停辆车，应该有人呢。看到了，好像是狗砸。
看到了，他的大仓。我操，虽然没有，哎呀，我虽然没有饮料了，但是，我跟他扛一会儿。我不着急，好吧？他就一点点在那个圈里面。我跟他耗，好吧？臭傻逼！哇，杀13个，但里面很多机器人。任务做完了吧？我擦！看一个。今天第一把。这跳多少人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我就干死了5个，都找不到人都。这还有在天上飞的，这啥呀？这挂啊？什么乱七八糟！这玩意儿都不打的吗？哦，看到了，刘泽宇。什么呀？这都哼，贼他妈穷！这密室我以后再不想去了。
有那功夫拿钥匙去密室，我还不如去抢红铜呢。穷的一逼，好吧。这个他妈绝对是口失误了，之前没切枪，之前给他活了，这把切出来了。这个看到了，这 SKS 威力现在这么差的吗？看到人在跑毒。哎，这小逼。小逼还搁那打机人呢，人机呢，被我狂追，看他视角，他自己翻车翻死了，要不然又是个人头。这小逼宁死不屈，还想后空翻，傻叉。我知道这个逼在打我，但是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在这边。肯定要先干吉普车。真没搞死他。刚吉普车是哪个人？就是这个 bad 是吗？这个我失误了，一开始。还打到我两枪，干！我还以为他是狗杂，结果是 UMP。自从 UMP 扩大威力以后，很多人用 UMP。他也活不了。车也坏了。这小逼一直在卸我车胎，我操他妈的！我当时着急，我没来得及把车挪前面去。这个人一直给我绕，后来我发现是个人机。两枪头，这小逼一直搁这卡我呢。哎，我这太看不见，哎，我还以为他在后面的高房呢，2层楼呢，结果他换点了。反正他的防区他也不出来，他就一点在防区，我还得把车开过去。我大不了下车当掩体，对吧？我还能活一条命，他就废了。我还找他呢，结果这逼偷袭我。我还敢这么瞄，牛逼啊！我都不知道他在这个地方，还打中我两枪，打中我一枪。哦，暴露位置了，看你怎么走。他边开瞄准镜边走，他以为能把我秒了。虽然我没饮料了，但是干死他还是绰绰有余的。操，这个雷扔废了，扔爆了！哇，就差一丝血，What the hell？这没搞死他，他该不会以为我在毒外吧？他想搞死我。
他估计以为我在毒外面，其实我在毒圈里面。我还想闪出来打他，结果他已经被炸死了。我要慢动作回放一下。哦。我先打他一枪头，好像，还打他一枪肩膀。这没搞死他，我操！